我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，报道还显示，在总额为100,700英镑的费用中，占比最大的是一个姓王的匿名证人，他获利43,000镑。这个人以2018年被派往新疆调查分裂活动的前警察身份自居，散布了大量涉疆虚假信息。而正是同一个人，却在 CNN 报道中摇身一变，改成了姓姜，连 CNN 自己也承认无法单方面证实其说法。谎言重复1000次仍然是谎言。虽然这些小丑们处心积虑耍尽花活，但是这部闹剧观者寥寥，那些谎言应者无几。这足以证明国际社会已经不再相信他们散布的虚假信息，甚至已经开始对此厌恶反感。中国新疆的发展只会越来越好。国际社会主张客观公正看待中国治疆政策的声音也必将越来越多。抖音